中华职棒富邦悍将队十四日举办女孩主题日，啦啦队富邦 Angels 赛前载歌载舞，与粉丝近距离互动，还帮成员松鼠与杰米提前庆生，让他们超感动。好感动哦，然后我跟杰米就两个就是很开心这样，然后很谢谢大家就是今天帮我们庆生，谢谢你们。庆生这件事我知道，但我都是偷偷隐藏它。富邦 Angels 全体总动员带来歌唱、rap、舞蹈和互动游戏等精彩节目，跟球迷打成一片。蛮兴奋的，可以跟球迷一起互动，然后也很开心，因为我们有准备就是手工饼干，然后要送球迷朋友们。我们大概准备了两个礼拜左右，然后从我们自己选歌，每个人擅长的歌曲，然后变成一个主曲。谢谢球迷们，就是那么早就来排队，然后希望可以拿到个好的位置，然后看我们女孩日表演，就很谢谢你们支持。场外欢庆，场内也士气大振。富邦悍将对中信兄弟，中场以3-2获胜，成功终止连败。富邦悍将加油！中央世界的张新伟新北报道。